请掀开经本，课会第二十八面第二行，二十八面经文的第二行。善乎口业，不及他过；善乎身业，不涉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这一段是善护三业，是世尊在本经对我们初学弟子发心求生净土最重要的开示。二力行里面，前面我们读过庄严众行、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么今天这是第三个小段，这三个小段经文不长，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上，时时刻刻地用它来做关照。也就是说，用这个标准，在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这个标准相应。这就是弥陀弟子。如果与这个标准不相应呢，那我们就不是真正学佛了。从这个地方观察了，佛弟子，特别是弥陀弟子，跟一般佛弟子确实不一样，世尊在本经里面为我们说明，阿弥陀佛在诸佛如来之中是多么受大家尊重，这个大家是诸佛如来。因此，弥陀弟子在诸佛弟子当中，同样受到诸佛弟子的特别尊重。人家为什么尊重你？就是你二力具足啊。你是一切众生的榜样。是一切佛弟子当中的模范，当然就受到大家尊重。弥陀弟子意识当中，就庄严众行，规范具足，他有这个意识，有这个念头啊。用我们的话来说，
有这个愿心，念念行行都给世间人做好榜样，这一条非常重要啊！又有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智慧呀，是底下这一小段的“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呀。观法如画这一句是智慧圆满，三昧常寂是德行圆满。智慧福德两种圆满呢，这是我们称赞佛陀为二足尊。就是这两句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六句啊，这是落实了三业清净。如果没有前面这两段啊，没有规范具足，没有观法常寂，只有三业清净，给诸位说这也算不错，这是世间人天福报，出不了三界，也就是除不了六道，具足前面这个两段呢，那就不是六道凡夫了。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同修，学佛好处在哪里？为什么要学佛？没有真实的利益，那我们何必学它？真实的利益呢，就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智慧圆满呢，福德圆满。转我们无量界的业报身为佛菩萨的愿身，怎么个转法呢？在念头上转呢。前面那个四句啊，你要是真正懂得了，真正体会到了，入了这个境界，你就转了。凡圣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你就跟西方极乐世界诸大菩萨没有两样了。转不过来啊，那是凡夫，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也只能得三界有漏的福报而已。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特别是前面这一小段子，观法如画了，这是看得破啊。三昧常寂是放得下，
极是极尽，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清净心。清净心里面决定没有丝毫染着，如果有丝毫染着，这个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必须一切放下，不但世间法放下了，这个放下就是不放在心上，佛法也放下了，佛法也不可以执着啊。放在心上就是执着啊，不能执着，心要清净，心要虚，要空啊，虚在灵，灵是什么？智慧生起来，心里面有东西在啊，就不生智慧，就生烦恼了。智慧就变成烦恼了，心里面让它空空洞洞，让它干干净净，这个心就生智慧。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说，本来无一物，那就是常寂，本来无一物啊。所以他跟五祖仁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为什么常生智慧呢？本来无一物，什么都不染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金刚经上世尊明白为我们开示，法上饮食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要舍。舍是什么呢？不能放在心上，也就是说不可以分别，不可以执着。你对佛法要起分别执着，你三昧也没有了，常寂也没有了。诸位要知道，心里头有东西在，这个心叫轮回心。六道轮回怎么来的？是你心里面有东西，就有六道轮回。哪一天你心里头没有东西了，轮回就没有了。这个话很难讲啊。说出来呀，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你听说心里什么都没有了，这就可以超越轮回了。好，你把身心世界东西统统放下了，一切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了，对不对？不见得。怎么不见得呢？你变成无想定，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放下了，这修无想定啊。无想定是外道啊，修到最后啊，结果是在四禅无想天里面去受身去了，学佛学成外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呐，有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空有两边都不执着，这个事情就太麻烦。
你应当要懂得，怎么叫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如果他这个地方只有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没有今天这个六句啊，他就住了空了。你看对不对啊？住了空了，哎，有了后面这个六句啊，他就不住空了。虽不住空，他又观法如画三昧常寂，他也不着有，空有两边都不执着，所以他是积极的，他不是消极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积极去表演，为一切众生做规范。虽然积极表演，又不着相，这叫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一般凡夫执着有，二乘执着空，都有错误。唯有菩萨聪明，菩萨行中道啊，不着空，他随缘示现，随机教化，这是不着空啊。虽然做种种事情，教化一切众生，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不着有。这是我们要知道学习的。这样的修学，才能入佛的境界。才能跟诸佛菩萨融成一片呢。三业是讲身口意，诸位在此地特别要留意到的，三业讲身口意，此地经文呢，他口身意，这是什么意思？跟平常一般的讲法顺序颠倒了，不是经文排列错了。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大凡众生造业，口业造得最多，口业造得最重，所以把口业摆在第一，特别提醒你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意无意都在造口业，善乎口业下面这六句是菩萨修行三大纲领。总言，一个善字啊，
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意业，最容易犯的是口业。所以把口业摆在第一。凡夫入门要从这个地方入啊，必须护口业不及他过。这个在佛法里面，无论大乘小乘，不论宗门教下，也不论贤教密教，都从这里下手。我们在一生当中要想成就，必须遵守佛陀给我们的教诲，特别是世尊入灭之前教给我们的四义法。我们懂得遵守，就如同佛在世一样啊。如果违背了四义法，即使佛陀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得不到佛法利益。这一点很重要啊。四义法第一句叫我们依法不依人。佛不在世了，佛法的沉船由后世的弟子，弟子当中的成就有高下不相等，所以佛这个第一句教导我们就特别重要了。经典是佛说的，佛当年讲经说法，诸位要知道并没有记录啊，佛一生没有写过书啊，佛陀在世是言教，经本怎么来的呢？这诸位同修都知道，阿难尊者集结的，跟一些同学们，这第一次集结是500大阿罗汉，阿难尊者上讲台复讲啊。你们要晓得，我们今天培训班里面训练同学，让你们在讲台复讲，这个复讲是我们祖祖相传阿难尊者传下来的。这不是我们的创意，也不是我们的发明啊，祖祖相传的老规矩啊。那佛讲不可以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加自己意思在里面呢，那你就错了。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那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我们在华严经清凉大师著书里面看到，清凉大师说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
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承认，他一生当中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说过一个字。谁要是说佛说法了，在谤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他说了49年，说了那么多，为什么说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句话？他所说的都是古佛所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跟中国孔老夫子的态度完全相同。孔老夫子说他自己所传的，述而不作，夫子没有创作，都是传说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自己的意思。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过去古佛所说的。我们学佛要明白这个原理原则。所以这才晓得大藏经是佛佛相传呐，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创作啊。我们才不至于误入歧途，才不至于把路子走错了。这在现在这个时代比什么都重要。由此可知，我们的修学必须要依据经典。经典太多了，我们到底依哪一部经？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根性是佛家的术语，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要知道自己的程度。我们学哪一个法门，学哪一种经典，自己能够得受用，能够得真实利益。法门很多啊，法门要不切机，就等于治病啊，这个药不对症，这个道理相同啊。药不对症呢，不但你吃了这个药并不会好啊，可能还会加重。佛法亦复如是，如果不切机，不但不得利益了，反受其害。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学佛，学了，学成魔障。现在医学上名词啊，学成神经分裂了。我们佛法讲着魔了。很多，什么原因呢？那个药不对症，法门不切机，学佛学成着魔，最后只有进神经病院，很可惜啊。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拿到硕士博士，没有学佛很好，很正常。学佛学了个半年一年就入神经病院了，非常可悲呀！不是佛法不好啊，他没有对症啊，不起他的机，他才会变成这么一个后果。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如果实在不知道自己的根性，如何选择法门呢？
假如你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肯接受他的建议，是好事情啊。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暗示，现在的话来说呢，也是预言呢。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给我们指出一个大的方向。那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大概不会错了啊，这个是肯接受世尊的指导啊，大致上不会错啊。现在我们看社会上绝大多数学佛着魔，多半都是学密学禅啊，这两样东西比较容易啊着魔啊。什么原因呢？这两样东西实在讲很难适合现代人的根性，现代人的心浮躁啊，他定不下来啊。定不下来，勉强着定啊，用方法把它控制下来定，这是不合乎自然法则的啊。强制的定啊，是有限度的啊，超越限度了，毛病就出来了。因此修学方法呢，要顺乎我们的根性，那就自然了，自然就不会出麻烦了，不会出乱子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得啊，要知道怎样去选择法门。经中的经典不多，所有宗派里面净宗经典最少，只有五经一论，只有六门东西啊。这对现代人来讲确实是方便，尤其是在家同修，分量少容易学，又何况这六种东西只要有一种就够了，不必六种都学，学一种就行了。如果自己有时间有精神啊，能够学个两种三种也就足够了，三种以上的就不太容易了。而学习的方法一定是一门深入，我只先选一种学一种，这一种真正学的有心得了，学成就了，我再学一种。如果这一种还没有学成，决定不能学第二种啊！你学多了啊，一样都不能成就，那就很可惜了。一门东西学成了，是要费相当时间啊。我们今天一般估计呀，一门东西学的有成就，至少要花10年时间。
10年专攻一门呐、你这一门有成就。你成就之后啊，再学第二门呢、一年就行了。再学第三门呢、大概半年就行了。学第四门呢、一个月就行了。到以后学大藏经啊，大概不要半年就全通了。这是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你不能在一门经上用上10年功夫，给诸位说啊，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庄严众行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你得不到啊。你在一门东西下上10年功夫，这四句你得到了，你才是个真正的佛弟子，你才是真正觉悟的众生。要用佛学的名词说呢，你才是个真正的菩萨了。菩萨就是觉悟的众生。你已经转凡成圣了。10年前你是凡夫，10年之后啊，你是圣人了。实在说，10年也并不算很长。你要能有耐心，要能够熬得过。给众生做个榜样，做一个修行的样子啊，要这样干才能成功。你要是贪多，贪多不能成就。每一样东西只能学一点皮毛，不能深入啊。这是说明一法不一人。那个人说的东西不如法，就是没有经典经文做依据，我们都可以不接受。一定要有经典做依据。完全这样做法还不够。所以佛有教给我们第二个，一义不一语。最重要的佛讲的这个义理重要啊，语言不重要。佛这个教训对我们的后学解决了许多重大的难题。后人重大的难题是什么呢？疑虑太多。这个经呢，到底是不是佛说的？这个翻译到底可靠不可靠？这一种疑惑，古时候就有，现在人更多。所以佛这一句呢，就帮我们解答了。只要意思对了，他多说几句，少说几句，不要紧。所以，同样一部经典，梵文的经典，同一部传到中国来之后，有很多种的翻译译本，像《金刚经》，现在《大藏经》里面就有6种不同的译本。你说哪个本子对，哪个本子不对呢？每一个本子都对，里面翻的字不一样，意思都相同，这就行了。意思对了就行了，
不要真斤斤计较在文字上面。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我们学佛了，也要懂得，不要过分着重在形式，要讲求实质。那么同样道理，不必执着在仪式，着重在他的精神，是我们思想行为的转变，这个重要。仪式也不能够疏忽，古时候做这种种这些仪式是干什么的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啊，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另外一个作用啊，是戒引还没有发心学佛的这些大众。仪式是这两个意思啊。我们自己学佛了，家里面设个佛堂，供养佛像，这不是供神啊，不是祈求神来保佑啊。那你要是用这个心态去供佛，你已经是迷信了。供养佛像的用意有两个，一个是报恩啊，知恩报恩，这一种圆满智慧福德的教学，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我们供一尊佛像是纪念他，念念不忘这个老师啊，是这么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中国人在家里面堂屋供养祖先牌位的意思一样，慎重追远。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比第一个意思更重要，见贤思齐。看到佛像了，他是凡夫修成的，我今天也是凡夫啊，我应该像他一样啊，也要修成佛啊。看到观音菩萨，我要学观音菩萨，我要成观音菩萨。看到阿弥陀佛，我要学阿弥陀佛，我要做阿弥陀佛。这个意思重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所以供养佛像的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呢，就在此地。你要把它当神明去看待，不但没有功德，还有罪过。罪在哪里呢？提倡迷信。佛法是破迷开悟的，你跟佛唱反调，你提倡迷信，这就错了啊。所以要懂得这一意不一语啊，这里头很深的意思。第三呢，教导我们一了意不一不了意，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什么叫了意？了意是对于自己这一生有真实利益的，这叫了意。对我们这一生呢，没有真实的利益，那这个就对我就是不了意。
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在一切经里头选一部经啊，这了义；你选个几十部、几百部经呢，那就不了义。为什么呢？你决定得不到利益。啊，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生活环境，选择一部最有利益的这个经论，对我们现实生活有帮助，对我工作也有帮助。啊，我学了真能够用得上，这个经典对我来说就是了义。而佛法了义里头有更深一层意思，就是决定要帮助我这一生当中脱离六道轮回，才算是真正了义。我现前得利益了，将来不能帮助我在这一生呢脱离轮回，这个经教对我就是不了义。这叫我们选择的标准呐！这个四依法了，前面三条教给我们选择法门，应当考虑哪些条件？啊，我们来选择法门。啊，佛给我们暗示的啊，末法净土成就这个法门是好啊。这个法门不单你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啊，还超越十法界。你看许多法门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全教菩萨果位，出不了十法界。但是那也算了义，了义是不能说是究竟了义，净宗法门是究竟了义。这一生当中，不但你超越六道了，十法界也超越了。不但超越十法界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阿惟越智的果位。所以叫究竟了义。这个是稀有难逢难现的法门。正是古大德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要认为啊，好像我们得来啊太容易了，啊，得来实在不容易，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尤其是净土法门，啊，果然有这个缘分得到，只要你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啊，这是教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读的这部经就是净土宗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无量寿经。依照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教诲认真去做，我们这一生呢就决定成就了，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决定成就啊。那念佛不能往生，说老实话，这个十句啊没有做到。你要把这十句做到了啊，你就肯定往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头一个，从现在起
很认真地学习，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净宗的修行从这里修行起啊。过是什么？过失。你看看，跟《坛经》里面六祖大师教人的方法完全相同。六祖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今天修行，之所以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呢？天天看到别人的过失，眼睛看别人过失，耳朵听别人过失，嘴里头说别人过失，这叫造业。天天不断在造业，念佛还想往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就读这个经之后啊，我们晓得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过去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常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一两个。万分之一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念佛不能往生？你把这十句经文多念几遍，你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能往生？他没有真修啊。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西方叫净土。你想想什么叫净？而且佛在经上又常说，心净则佛土净。眼睛看的是过失，听的是过失，说的是过失，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呢？心不清净，怎么能生净土呢？所以念佛也不管用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一百万声佛号都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心不清净。于是这个口业就比什么都重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造口业？找它的原因呢？你之所以会造口业，你就是见他人过，你才造口业。你如果哪一天是不见他人过，这六祖讲的不见世间过，你就决定不造口业。真正修行人呢，跟我们一般凡人不一样啊。凡人天天见别人过，真正修行人跟我们相反，他天天见自己过，不见别人过。那我们凡夫呢，是天天见别人过，不见自己过，自己没过失。自己没有过失啊，就搞三途啊。就要堕三途啊！能够天天见自己过而不见他人过，这个人水平是往上升的。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是不见他人过？怎么样才能做到？要想真正做到呢，
只有一个办法，明理。你把道理搞通了，事实真相搞明白了，你就晓得一切众生没有过失，一切过失都在自己这一边，那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过失。那么何以说一切众生没有过失呢？这个道理很难懂啊。你必须要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前面说过，观法如画了。他哪有过失啊？这个话还是难懂。我们举个比喻来说。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电影在放映的时候只有一个荧幕这个幕多半是用薄布做的影片放映出去了影像现前了你看在眼里有的时候看着笑有的时候看着哭电影有没有过失啊？没有过失啊，它什么都没有啊，影像啊，那不是真的人在表演的，那是个影像而已啊。为什么这个影像就勾引你自己的情绪呢？你就被它所转了，那你太可怜了。那他没有过失，过失在你自己啊。他不过是影像而已，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人，假的。你为什么会产生就妄想分别执着呢？你着了相。如果你晓得那是假的那是个影像完全不是真的你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你心里就如如不动这个影像里头决定没有是非善恶这才是事实真相。对于明白人懂得，迷惑的人呢不懂得，上当了。你被他迷惑了，你上当了。你去起心动念，你在那里造业。真正明白人这是梦幻泡影所以他看了他听了他绝对不会起心动念绝对没有分别执着他的心呢他就是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所以你们天天看电影天天看电视要懂得看电视修观法如画三昧常寂你们在电视面对着电视修行呢修菩萨行呢你的功夫从这里去锻炼呢那个画面是假的那绝对不是真的你知道这个画面是假的然后晓得整个世界这一切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你看到也好听到也好你心地清净如如不动一尘不染
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啊，就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的人啊，不造业了，心地清净慈悲。慈悲从哪里表现呢？从底下这个善护口业到清净污染，这个六句表现的是大慈大悲，必须清净才会有慈悲，心不清净哪来的慈悲啊？所以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四句重要，尤其是观法这两句，比什么都重要。能做如实观的人，就不会造口业了，心清净，知道这一切现象，他事先善的这一面好，我们应当要效法。他事先恶的那一面也很好，提醒我不要犯这个过失。所以一切事先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善友啊。都是在帮助我精进，都是在成就我的道业。你看菩萨的心行跟我们凡夫确实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六句都是属于戒行，佛的教学总纲领只有三个：戒、定、慧三学。这个六句是属于戒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但是戒、定、慧三学是相辅相成的，戒能帮助定慧，定能帮助戒慧，慧能帮助戒定，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初学的人必须从持戒下手，持戒就是遵守佛的教戒，遵守佛制定的规矩，老老实实依教奉行，我们心才会清净，才能够得定。所以这一段文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千万要记住，口业是很多，最严重的是说别人过失。说别人过失是自己最严重的过失。这个要懂得。如何把别人的过失从我们内心里头消除，这才是个根本的办法。最近我们每天早晨在读的《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经文一开端，佛给我们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教训，跟这个六句相应。
他叫菩萨，他说菩萨有一法，有一个方法，能断一切世间苦，这个了不起啊！一切世间，包括十法界，不仅仅是我们人道的苦啊，十法界一切苦都能够断掉，那这个法太重要了。这个法我们想不想学？这一法是什么法呢？佛说出来了，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就是这一法了。昼夜是不间断的，常念善法是心善的，思维善法是念头善的，观察善法是行为善的。你看此地讲的善乎口业，善乎身业，善乎意业，常念思维是善乎意业，跟无量寿经上这个六句完全相同。我们能够真正保持着身口意纯善无我，你就能够断一切世间苦。那么由此可知，对，一切世间苦从哪里来的？是我们心行不善而来的。心行为什么不善呢？不了解事实真相，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在造业。恶业里头根本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这是一切恶业的大根大本。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自私自利。你们想想看，哪个人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自私自利就不是人了。真的不是人呢，他是佛菩萨了，他是菩萨了，他不是人啊。有自私自利的就是人啊。六道里头人啊，没有自私自利的他就是菩萨了。那我们要转凡成圣，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要想自己利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你就转凡成圣了吧。凡圣实在讲是一念之差了，凡夫看到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好。菩萨看到一切众生个个都好，没有一个不好。看到恶鬼也好，看到毒蛇猛兽也好，看到地狱众生也好，他通通都好，那是菩萨。我们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满意，这是凡夫啊，这不是菩萨了。菩萨看到一切众生都好，为什么都好呢？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我们凡夫不知道佛性呢，凡夫注重外表，那相，那相好，相不好，他着相，啊，他起分别执着。佛菩萨不着相，看你的佛性，佛性是平等的，佛性是圆满的。一切众生的佛性跟诸佛如来的佛性是一，不是二。所以佛的心平等，啊，众生的心不平，啊，不平是因为着相才不平，啊，见性呢就平等了。由此可知，佛家的修学，不论是哪个宗派，啊，最终极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那我们要想自己修行早一天呢达到这个目的啊，明心见性的目标，我们首先要从不计他过，首先要学着看到人人都可爱啊，看到人人都是好人啊，他坏，坏是什么？一时糊涂啊，他本来是好人呐，啊，一时迷惑，你要从这上去想，你就不会去责怪他，啊，本来是好人，喝醉酒了发酒疯，啊，乱说话乱打人，他本来是个好人嘛，啊，他一时迷惑嘛，我们要用这个态度啊，看天下造作恶业的恶人，你就不会怪他了，你自然就会原谅他。他是好人，清醒过来就好了。这一生不能清醒，死了以后来生也许会清醒过来了。在我们现前的社会，这一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不但可以提升自己境界，可以消除世间的劫难。世间劫难是大家共业造成的，啊，许许多多人造作不善业，他们虽然造作不善业了，我们能够回过头来修善业，啊，我们的善业可以抵消他们的不善业，这个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何以能够消除世间劫难？理论的依据啊，我们明了啊，我们有理论依据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一个人断恶修善的这个力量很薄弱，很微小，啊，众生造作这个恶业太重，我这个一点点善敌不过。你要这样想，这样怀疑，那你就真的敌不过了，决定不怀疑。啊，要思维想到，我这一点善，可以跟世间许许多多的善人相应，啊。善心善行的人相应，可以跟诸佛菩萨的善心善行相应，这个力量集合起来就很大了。这个世间是有灾难啊，许多宗教里面讲的末日都讲是1999年2000年，这99年平安过去了，2000年也快过去了，没什么灾难了。啊，那么他讲的末日是不是有呢？给注释是有。为什么这平安度过去了呢？就是这个世间也有一些觉悟了的人，真正在回头断恶修善了，把这个劫难延后了。
啊，把这个劫难呢减轻了，啊，灾难减轻了啊，灾难延后了，不是没有。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呀，这个没有啊，他们末日讲是假的，不要紧，都作恶没有关系，你看没有说果报。你要这样想法呢，那这个末日很快就到了。啊，一定要懂得，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他们觉悟了，他们认真努力，集合这个世界上善心善行的这个力量，集合诸佛菩萨众神这个慈悲大爱的力量，稳住这个劫难。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第二句，善护身业，不涉律仪。身是讲我们身体一切造作，身体的造作包括的范围啊非常之广。这个戒律里头啊有讲的三句境界。啊，律仪戒呢是里面的一种。律法律。啊，仪是规矩。啊，我们常讲的威仪，这个在经典里面有明文规定，但是我们要晓得，经典上所讲的律仪是三千年前，古印度人呢，那一种生活状况之下制定的。这个律仪戒是应当随着一切众生生活环境啊，可以修订的。最明显的在中国，唐朝时代马足建丛林，百丈立清规，清规就是律仪戒的中国化。我们常讲的现代化本土化，律仪戒的现代化本土化在唐朝时候制定，它的原理原则不变，根本戒不变，根本戒只有四条，杀盗淫妄，这个四条超空间超时间，无论是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必须要遵守的，其他所制定的那些规矩一定要依照我们现前生活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改的，就像国家制定的宪法一样，那个宪法条文过了几年之后，是几十年之后，一定要重新修订，不修订呢，就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这相同的道理。那么在《梵网经》里面，佛给我们讲了两条这个戒律，这个戒律也是不能改变的。第一条是不做过贼，第二条不谤过主。
你们想想这两条是什么意思？第一条里面就给我们说，佛的弟子接受佛陀的教诲，决定不可以做违背社会利益的事情，不可以，不可以做害社会的事情，不可以做害国家的事情，不可以做害众生的事情。不做国贼里头含的意思很广泛的，很深的，你要懂得。为什么不帮国主？人民的幸福奠定在社会安定的基础上，社会安定大家就有福了，社会要动乱了大家就要受苦难。国主是国家领导人，如果全国人民对于国家领导人有信心，对他都尊敬，都服从，这社会是安定的。国家领导人他也是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佛。你要找个十全十美，找不到。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这个福报最大的，大家都晓得乾隆皇帝做60年皇帝，还做4年太上皇，五代同堂，这个大福报啊，历代帝王都没有的，他一个人全了。他有没有过失呢？过失很多，不是没有啊，历史上都有记载啊。可是你要想到，那些过失影响不太大，一定要往大局着想，稳定大局，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学佛的人有智慧，懂得这个道理，不帮过主，他有过失也不说。就如中国的这个儒家礼教里的所说的，父母之过，儿子是你可以听的，你不能说啊。你说了就不孝了。人民对于国家领袖就跟对父母一样啊。我们要劝导他，要想办法了，帮助他能够改过自新，但是绝不可以说，绝不能回报。你想想看，佛这两条意思多深，这是多么有智慧的。这个考量是为一切众生幸福考量的，是为社会安定考量的，是为世界和平考量的。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轻易的有意无意回谤国家领导人，不但是自己造的不善业，影响社会安定，影响世界和平，影响人民幸福，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佛在《梵王经》上说出这两句话，我们要懂得。这个绝对没有私心呢，没有偏心，是真实智慧。佛在《璎珞经》里面，璎珞也是菩萨戒经，梵王菩萨戒经、璎珞菩萨戒经，那里头也有两句。那么一般，在佛门里面称梵王菩萨戒经
是出家人受的，璎珞菩萨戒经是在家人受的，那么这是一般的有这么一个区别，实际上呢都能够互相融通的。那么在家同修，你就可以做国贼了，你就可以帮国主了，不可以的。那出家人都不能做，在家人怎么可以做呢？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四众弟子都应当要遵守。璎珞经里面的第一句话，波罗僧说，纳税是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国家的收入靠税收啊，国家有钱才能替人民服务啊，许许多多公共设施，那么大家在新加坡你们都能看到，新加坡的公共设施非常之好，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人民纳税来的啊。所以不漏过税呀，漏过税呀是犯盗戒，是偷盗啊。这个盗戒非常严重啊，说起来太可怕了。不要以为啊，这个想办法少纳一点税呀，把自己占一点便宜，不知道自己的损失无比的严重，一定要懂得纳税。第二条呢，不犯国制，这个国制是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令规章不可以违犯，换一句话说，决定不做违法犯律的这种行为，这是佛不许可的。所以在中国啊，在外国也有许多同修要发心建道场，这是好事情，都来问我，我说我一生啊，这个很多同修都知道的，我一生都三不管啊，现在都快到75岁了，我还管这个事情啊，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所以才自在啊。你们要去建道场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守法，要当地政府注册，在这外国的时候当地政府注册是一个合法的机构，这样就好啊。那我想在中国也不会例外啊，一定要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决定服从法律规章去做。凡是违法的事情，纵然是好事也不可以做。好事要违法去做，那你一定要有菩萨的精神，愿意接受法律处分，这个行啊。我们从前我们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啊，不是禅宗的，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他就是干过这个事情，永明延寿禅师啊。他犯法他知道犯法
他是国家一个小的公务员，管这个税收处纳的，就收税呀，管收税的。当然，这个金钱常常从他手上经过嘛，他就把这些钱呢，里面就拿了一些去放生，常常放生，以后就被查出来了。这个税收里头啊，这个少了不少的钱，就问他，他承认这个钱是他拿了，那就干什么呢？放生去了。按照法律来判刑，他是死刑，所以他敢承担啊，你敢不敢承担？可是他没有拿去享受，没有拿这个钱去吃喝玩乐，他去放生去了。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就报告皇帝。皇帝听了啊，也可笑，这个世间还有这么一个人？他说：“按照法律啊，就执行啊，就杀头啊。”我杀头的时候，他跟那个践行的官员交代了一句话，他说：“你看看他杀头，他害不害怕？他要害怕呢，杀掉就算了；他要不害怕了，把他叫回来见我。”所以他绑到法场上杀头，那个监斩官看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不怕了？”永明大师就讲：“我以一条命啊，救了千千万万条命啊，很值得了。我有什么怕的？我欢欢喜喜的接受国家法律制裁。”可监斩官把这个话报告皇帝，皇帝召见，就问他：“你想干什么？”他说：“他想出家。”皇帝说：“好，成全他出家。”皇帝做护法，就是永宁过世。那么你要做好事犯法，也要学永宁大师这样才行啊。所以凡是这个是《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偏中正。偏呢做的事是不如法，可是事情是一桩好事，叫偏中正。我们能够用这个合法的这个方式来做呢，当然是最好。不合法的事情做好事，不能跟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啊。社会大众要都学这个样子，那这个社会会动乱，法律会不受人尊重，这个不是一个好榜样。佛弟子常常要想着庄严众行，规范具足，常常想着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这个就是无量功德了。所以我们这个讲堂讲经的总题目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说在这两句呢，也就是这里经文庄严众行规范具足，就是这两句话。佛经上讲的两句话一般人不好懂，这个两句话大家看了很容易理解。念念之中啊，都要给社会做好榜样，不可以做个坏样子。好事情最好也不要这样做法，也不要违法的去做。
那么在过去，我们的净宗学会跟新加坡居士连完全遵守佛陀教诲去修行。佛教导我们四摄六度，我们这边同修都知道努力地去奉行啊，所以在布施啊，这里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我们中医一诊所是无为布施啊，我们每一天供斋财布施啊，我们一些经书、微细滴、戒缘，这是属于法布施。这个布施我们都是尽心尽力在做，所以有海外同修到这边来参学，他们要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这个限制的戒缘在做，都一般都是呢，你喜欢拿多少你就拿多少，所以没有限制的。我们这里没有限制，可是中国政府那边有限制。你们如果带东西带的太多了，那边就变成了违法了。这些事情你们比我们清楚啊，我们不在中国住啊，不清楚这个事情，你们要清楚。所以你们在这边要带东西啊，带这些这个经书啊，这个光碟、VCD 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们一定要遵守国家的规定，决定不能做违法的事情。做违法的事情，总不是一桩好事情。这是带的东西是不错，都是劝善的了。讲经说去，这也是偏中正吧。但是你还是偏的，你的方法手段呢是不如法的啊，最好是正中正的，那就最好。我昨天回来，我见到我们的林长李牧原居士，他就给我谈到现在中国这个宗教局佛协呢，有个文件传到这边来，是新加坡这边的这个航空站呢，听说有一次是我们有一些同修在那个在这个航空站里面呢表现的不好，让这个地方人起了反感，于是他们就写信呢到中国政府啊，到中国的海关、中国的这种政府啊。那么宗教局就一个文件传到我们这边来，希望我们这边协助，不要有违反法纪的事情发生啊，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佛教将来在中国的推行。那么昨天呢，我就跟李牧原居士商量啊，这是国家正式传来的文件，我们必须要尊重，决定要守法。我跟林长还有李文法居士商量，凡是从中国来的同修回去带这个VCD光碟呢，一个人只可以带两片。决定不能多带。而这两片呢，我们决定呢送给大家这个
了凡四训的连续句。那我们了凡四训连续句两篇是双语发音的，就是普通话跟这个广东话两种语发音的，你可以听的时候随便选择。这两篇东西是在中国大陆拍摄的。我们这里这个让他多多的做，送给从中国来的同学。这个外国的时候中国他不管。外国的时候你们怎么带他不管。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这些法律他们的规定，我们通通要遵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守法了，你看看佛教我们头一个是持戒我们都做不到了，那我们不是全部违反佛陀的教诲，这个是决定错误的。就希望这个中国同修到这里来的时候要原谅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每一个佛教徒在中国都表现的守法守规矩，我相信我们这个讲经的大会呀，很快就会搬到中国国内去举行了。你们也不必跑这么远跑到新加坡来了。如果你们做的不如法不守法了，恐怕这个时间就很难了。也许在这个十年二十年当中，中国都不许可我们这样的大规模在一起举行弘法讲经呢，或者是念佛的活动。守法就好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善护身业不涉律仪，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律仪戒非常重要。除律仪戒之外，还要懂得佛没有讲的。没有制定的有摄善法戒。你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抽香烟，抽烟这个佛戒里头没有那没有就可以大家大大的抽烟了。可是我们晓得抽烟不是善法，对身体决定有伤害这是医学里头都有证明的。我们晓得这个不是好事情，我们也禁止决定不去抽烟。这佛虽然没有制定呢，这摄善法戒。佛叫我们行善呢，叫我们断恶行善。那这个是恶，它不是善的，我们应当断。是善的，我们应当要去做。虽然佛在戒经上没有说，我们知道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善，要认真去做。不能说是这个佛没说那我就不去做了这个不可以。第三种叫饶益有情戒。这叫利益众生的事情。众生有苦难我们听到了，我们看到了一定要伸出手去帮助他不能说这桩事情佛没有讲那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很明显。基督教办的养老院，办的孤儿院在此地回教也有办的，天主教也有办的他们那些老人有的时候也很可怜的，他们教会有时候也照顾不到我们听到了该不该去帮助他们
有些人就说了，我们这是佛教啊，啊，佛门的四众弟子捐献出来的钱，法师你为什么拿去送给外道啊？有好多人来骂我啊，我常常帮助其他宗教啊，这是饶益有情界，他是有情众生的。而四弘誓愿里头头一条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是众生的。你总不能在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基督教众生不度，伊斯兰教众生不度，是不是要附带加这么多条呢？你既然没有加嘛，那就是普度众生呢，不分宗教，不分族群呢，看到人家有苦难，我们马上就要帮忙啊，没有考虑的，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哪有画那么多界限的啊？世间之所以动乱，都是界限画的太多了，画的太严了，彼此不相容啊，所以才产生误会，才产生敌对，才产生斗争战争，天灾人祸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懂得佛教导我们真实的意思，我们学佛，你看看大经上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佛说这是我们真心的，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啊，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的心量啊，都是包虚空周边法界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有一切灾难天灾人祸都是从分别执着来的啊，这个分别执着决定错误，因为分别执着产生误会，产生嫉妒，产生嗔恨，产生彼此不信任，所有一切的恶的念头恶的行为都从这里生的。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根拔出，要从我们自己行为里面去表现啊，去感化世人啊，让世间人看到了听到了有所领悟啊，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又说得真好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原本是一体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自自然然就产生恭敬心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个世界祥和的啊，宇宙是祥和的啊，我们明白这个大道理，
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认真努力去做，拓开心量，包容一切。今年这一年快过去了，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筹备这个千禧年的和平祈祷、温馨晚会。今年温馨晚会，我在这里想的要送给所有参与的人，送一个礼物给他们。这两天我在设计，大概估计今年参加这个法会会超过10000人。我做一份礼物，每一个人都送，平等的。参加法会的贵宾送一份，凡是来的人都一份，一律平等。至于送什么东西，现在不说。到时候你们去参与呢，你们都可以拿到一份。务必要提醒世人，我们要互相尊重，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来创造安定的社会，繁荣的社会，幸福美满的人生，和平的世界，这个样子学佛就有意义了。不但我们自己灾难业障消除了，我们的德行，我们的品质决定向上提升。我们这一生会过得很幸福很快乐，花报来生的果报更殊胜。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这一生过得真正有意义，真正的有价值。所以说到第二句，善护身业不舍利欲，最重要的决定要守法，不舍利欲守法。后面还有两句，今天时间到了，后面两句非常重要，我们下个星期六再讲。